听上本书，这么教你底活到了。王子健早就准备好了，他这么火您不怕？王子健跟陈硕有招，绝对叫您乐得开怀。哎呀，乐得高兴，乐得蹦起来，回家想茬还得乐。咱们欢迎王子健。陈硕说一句：天下敌人。这个又到了我们俩了，是做个自我的介绍。好，学生王自健，在我身旁的这一大个儿的人，什么说话？这一位，这一片，不，什么片儿？陈硕，陈老师，哎，不敢当。这个昨天是说是什么节？哎，是吧？而且说是千年啊，百年一遇的，哎，等一回。这么一节是吧、哎，都是一的这么一节。哎，我琢磨这是什么节？哎，相声节。行，这怎么叫相声？就是一，喊好了是吧？哎，201，还真配合啊。哎，相声节，这是光棍节。哎，对，都自己有自己过节的方法，都有。像我作为我这样的，不光棍的，哎，倒霉去。哎。过不上啊，不光棍的啊！我说这一天我得体现我的优越性啊！你有什么优越性啊？哎，我得出去，我做好事儿去吧。做什么好事？做做好事儿去。干嘛？这一天我不是光棍，我看那么些光棍过节，我出去，我痛快痛快吧。啊，我怎么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一个不是光棍，这一天我得积德啊，希望不要再回去，明年我还得过这节。哦，积德行善去了。是是是，这不是大马路上碰见我干点什么好呢？干什么呢？日行一善吧，来吧。哎，日行一善呢，就是溜达吧，溜达看出什么事儿我就管管呗。这倒好，真让我赶上了。什么事儿？有打架的。哎呦，那得管。我给人劝劝架吧。这好事。两个盲人啊，走路不知道，怕碰上了，这难免。碰上以后呢，这嘴里还不好听，哟，因为他看不见，他不知道对方也是盲人。哎，对，所以说他就说了一句：“我看不见，你也看不见吗？”啊，那位一听不高兴了，是啊，明知道我是看不见，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就是啊，说我瞎你也瞎呀，俩人这样一下不出来了，耽误事儿。说话就要打，哎，是拿着棍儿帮半天、哎、也没打着，不见得，改三岔口了，这是。我一看这哪行去？哎，就是这不是得水冲了龙王庙？哎，真是的，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赶紧的吧，赶紧过去给劝劝架去吧。是是是，但是他那棍子抡起来虎虎生风啊！哎，对，好家伙，周围这周身都被那棍子护住了。哎呀，好家伙，我上去我也没法劝呀、啊。好家伙，这再让他给我帮了，是。更值不当的了。两位，后来我也琢磨，我是语言工作者吧？哎，对，能说。我说句话吧，来吧。哎，我喊了一句，哎，特劝开了，是吧？我这句话喊出来，俩人磨头就跑了。哎呦，你喊的什么呀？哎，磨头就跑了。啊、我就说，你们俩先别打、啊，拿刀的那先把刀放下。喂，琢磨什么呀？不知道，他们俩不知道谁拿着刀呢。对对对，跑了。哎呀，日行一善，哎，这是拿刀上了，你快上了，帮过人家忙。忙确实，有时候咱说残疾人这个，咱不是老拿人说开玩笑啊，是吧？怎么着？包括说浩哥有时候也是，我怎么了？浩哥那天嘛，反正打一鼻青脸肿就来了啊，坐一轮椅，嚯，咔咔咔，够重的，就来了。我正好看见了，哎呦，我说浩哥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打架打的。我说你打架让人打了，没有啊，打赢了。我说你打赢了，你也不露脸，你就坐上轮椅了。就是的，腿都让人打折了。是谁让人把腿打折了？啊、我打赢了。他说着话站起来，腿没事，一指轮椅，啊、战利品。我让一坐轮椅的弄一鼻青脸肿，我还赢了。没发现门子，我知道了，让人追着打，发现两条腿没有轱辘快，我操！他发现你把轮椅推走，他就没劲了。我蹲着跟人打的，怎么着？鼻青脸
肿的人。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确实是这样。你看，昨天是光棍节，哎，我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光棍节，出去去酒吧呀，去歌厅啊玩去的，是吧？这地儿一般来讲都是去寻食的，哎，寻食的，不管男的女的，哎，到这一天自己一个人过节呢，他就很孤寂，哎，是吧？很孤寂，都是希望在这一天呢，他能脱离这个光棍状态，哎，就是的，这叫脱光啊。哎，昨天一问你脱光了吗？脱光都这么问。哎，有那个闪婚闪离的，嗯，闪光啊，哎，闪光，哎，对了，闪光，有那个这个出去，比如我们说不好听的啊，嫖去的啊，这叫借光啊，借完还逃还得还，对吧？哎，一般说有要人跟那说是旁边一哼啊，这是听着傻乐的啊，这是膀胱啊。你才衰疯呢，叫膀胱。我旁边这儿这么一光棍，那不简单。哎，说清楚了。那你说，跟陈硕老师他也不是说一直他就是光棍，哎，就是，哎，是吧？他也有过一些这个什么，但是呢，怎么说？他的历任女朋友吧，啊，他的历任女朋友。一般说两人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都问人家，你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问，要么就说这张银盆似的大脸，是吧？哎，铜盆赛的大脸，哎，要不然就是说这个卷发，都这种，还烫过头是吧？后来就是为什么俩人说已经接触过了啊，是吧？已经那样了，完了印象还是这样呢？啊，就说明了，那是某些方面确实是不行。怎么说出来的？对，给人留不下什么印象。我想想，嗨，你不知道怎么出什么事儿了，是吧？这嗨，就什么也没干过。就是以前是送牛奶的吗？不，送牛奶的，跟门口那不是走了吗？哎，是吧？下面几位明白了啊？别过去了，再乐会就都明白了。说这意思，什么意思？没砸着你。佩服的都给我跪下了，没砸着你。这个，实话实说，但是你说人陈硕老师现在这个状态，各位还别小瞧他，怎么着？因为人家是家里祖传有手艺的人，有手艺。哎，有手艺的人，什么手艺？他不是说，你看现在人们走样说相声啊，不是，什么话？人家本身家里头。说从他爷爷那一辈儿，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是吧？哎，他爷爷是一位武术家，武术家练武术的，我怎么不知道？多厉害这个？怎么呢？什么长拳猛打、马上步下、个了高去、鲁里飞腾，嚯，猴上树、雀穿连、蟒翻身、龙探爪、横跳江河、纵跳海、万丈高楼、脚底踩，破家伙！你听这一套哎，好家伙，那他爷爷那会儿了不起的武术家，是吧？你不知道吗？我真不知道。别说你不知道啊，你奶奶都不一定知道。这什么地下工作呀？这是？哎，你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是说刚解放那会儿哦，刚解放，刚解放那会儿，国家特别混乱啊，对 对，他不能说自己是走江湖的哦，练武术的哦，这要被坏人盯上了，有特务那会儿闹特务啊，这样特务上家来把你家传的武功秘籍抢走了怎么办？算泄密啊！哎，所以那会儿就弄个身份做伪装哦，伪装，弄个身份做伪装，伪装什么？哎，平时家呢，就是哎干别的哦，但是说拳不离手啊。曲不离口，还得练。哎，功夫不能扔。对对，那怎么办？白天不敢练啊。是是是，白天一练让人瞧见了。哎，晚上夜里头下私功夫吧。哎，这可跟自己家那会儿住平房，对，厢房屋里。哎哎，拿被窝把这窗户都挡死了。哎呦，怕看见。哎，弄一小油灯搁在炕头上，呵，灯光点得很灰暗。哎哎，旁边呢，搁上一把匕首。破掌嘛，防身。搁一把匕首，哎，完了，从箱子底下，哎呦，请出那本武功秘籍，什么书啊？哎，那是一本黄色的书籍，不是打开都画啊！我这都是画，你是这练什么武啊？这你没看过电视剧吗？什么电视？过去那个武功秘籍都是画的，一招一式的。哦，那是那画啊，这叫搓，知道吗？哎，是，这叫搓，这叫这也叫搓，哎，一招一式上的画。好了，照着练，好的吗？照着练，哎呀，弄一小油灯，很尊重的，对对对，很尊重的，才第一，很虔诚。好好练，只见上写八个大字，哪八个大字？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什么缺德武林秘籍？这是？干嘛还真动心了？
哎，不是不是，这我哪来的呀？这个纳闷儿。哎呦，快快快快，我就换。少的。哎呀！使这身上啊，这个分开第二页，那太快了吧，这个我进宫去了似的，还第二页了。哎，若不自宫亦能成，这是第三页。我如以自宫，未必成国家。第四页，既然没用，为何不扔？我去，这折腾什么呢？到点没要啊！一身的功夫，这什么大内高手啊？这是是吧？不是，反正你们家的武功秘籍，我哪知道写的什么呀？你这说的够清楚的了，这咱就按最高档次的武功奔你们家身上套用吧，是吗？各位您放心啊，啊，也没练过，没练过这个啊，没练过，这功夫很高档。哎呀，是是是，哎，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嗯，出来就是，哎，一身的能耐啊，有本事，哎，一身的能，哎，来，长戒了是吧？出类拔萃啊！哎呀妈，哎，一出来拔个人萃，怎么出一下人萃去？这干嘛去了？功夫太高了，功夫高点，打不着就萃吧。哎呀，对吧？打不着萃吧。哎呀，反正就是能耐特别大。嗯，一直到了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上个世纪啊。70年代末80年代了，哎呦嚯，改革开放了，好家伙，社会稳定了，嗯，他老人家才露出了庐山真面，哎呦，怎么着，恢复了武术家的身份，哦，改革开放，行走江湖，好啊，身穿一身红，红，逢仇人必斗，好，逢恶人必杀，嘿，江湖人送外号，嗯，红豆杀，什么倒霉名字呀？起美食的名字，这是一辈子呢，收了徒弟三人，哦，三个徒弟，哎，大徒弟叫一块，咦，名字这是，哎，就属于大徒弟啊，练功最刻苦，是吧？平时这呢也讨老头的欢心，哦，但是天妒英才呀，怎么着？那天出门，咔嚓一个雷就给劈死了，这是好人吗？这给劈死了，哎哎，报应！这二徒弟、三徒弟不行，怎么呢？二徒弟、三徒弟老是满处跑，满处玩去，而且哦，起的名字也可乐，叫什么呀？二徒弟叫红果啊，三徒弟叫小豆。什么名字呀？这是老出去玩去呀，哎，满处跑满处绕去呀，你爷爷得管他们，没管，对吧？嗯，四走逃亡虽说是各由天命，嗯，但是师徒如父子，是父子连心。哎，一听说徒弟没了，嗯，那会儿你爷爷六旬高龄啊，那么着，六旬老翁站在狮子街头喊自己的徒弟，哎呀，红果小豆，小豆红果。喊不来呀，啊，又想起大徒弟来了，啊，一块一块了，这不卖冰棍的吗？就是喊徒弟呢，喊什么徒弟？喊徒弟呢？哎，红果跟小豆个人有个人的能耐，什么能耐？红果练飞镖，飞镖，哎，练飞镖，哦，练飞镖了，哎，说句文言呀，啊，怎么着？手里剑，这嚯，手里剑，哎，练这个啊。知道人乐什么呢？乐什么呢？手里剑，反正练的可厉害了，哎呦，可厉害！你手里剑，剑你啊！哎呦，哎呦，练的特别厉害，哎呦呵！但是说呀，嗯，这他这飘跟您各位电视剧里看这飘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电视剧里大枪头子哦，三棱大铁头，哎，对对，往门上当一多多进去呢，有劲儿。这不行，这还不行，哎，这个是凶器，哎，对对对，动铁为凶啊，哎，是，你想你爷爷那个功夫，嗯，他怎么能让人教这个呢？是是，大内高手，哎，他教人家讲究飞花杀敌，落叶伤人，哎哎，所以不能练铁镖啊，那练什么呀？练木头镖。木头镖，哎，就这木头镖就够人一呛，是吧？断成腿的要人命，哎呦，还真是木头镖，他这镖还
个性。怎么个性？这镖就他用，就他。别人谁拿起来扔不远。哎呦，是是，就这镖，手里有功夫。他自己做自己这镖啊，没人见过，就这镖新鲜极了。师傅怎么？现在可能失传了啊，有失传就一拃长吧。啊，就一拃长，一拃长这么一镖，哎，五分钱钢镚那么扁，就那么薄啊，就一个手指头这么宽。哎呦，为了怕老伤着人呢，怎么办？把两边给旋成圆的，旋的，就这，哎，这红果的是吧？冰棍棍嘛，这个。这伤谁去呀、啊？这个不是飞镖吗？飞什么镖啊？这是飞镖，吃完了咸的，这是飞镖。这小豆子更厉害了，小豆来的。小豆子做镖囊啊？啊、哦，还有镖囊？这红果做镖囊啊？嚯、哦，怎么着？就一张塑料纸啊，更过这么一折、啊，把三边给缝上。哦，上写你们家的字号啊？写的是何露雪。不，怎么还是冰棍吗？这不是？这字号美登高。牛奶皮子、咖啡、银棍、炭烧奶，哎，是是是是，这哎，全冰棍有，全都有。这是红果小豆，哎，就俩冰棍。哎，要说你爷爷一生这么大的能耐啊，可是得罪了不少的歹人。歹人，但是说，嗯，没有人敢过来寻仇。嚯，为什么呀？因为能耐太大了，是吧？本事，你别老晒这事儿，心狠啊！哎，行行行。你爷爷这个手里没准心黑手狠啊！这谁惹他呀？对吧？对吧？谁也不能得罪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不，这是人不是人吗？非文化。说这意思啊？是是，兄弟，哎，心黑手狠。哎，但是说老了，哎，得罪了一帮派。哎呦，有道是全怕少壮。哎，对，岁数到，万全打死老师傅。这没办法，老了得罪这么一帮派，哎呦，都是坏人组织起来成立一帮派。什么帮派？而且就这帮派啊，啊，全国哪城市都是分舵。这么大势力啊！大方，而且穿统一的衣裳，了得吗？他们、哎、灰衣裳、灰裤子、大头帽，是吧？这什么？弄一牌写俩字儿，写什么呀？城管啊！这他妈是惹不起。好家伙！看你爷爷来了，甭动手，过来四个抬着奔130那扔了。哎呦，是，这没法抄了。哎呀，好家伙，这个后来这么说吧，啊，甭管说大的边小的圆啊，见着你爷就往死里打呀。哎呀，太好家伙！你干嘛？你喊叫警察，警察我都打，知道吗？对，往河南调来。怎么着你？哎呀，讨厌！就反正就打的都没有人样。哎呀，太狠了！后来你爷爷这么一琢磨，你说、嗯、我可怎么办？加入联防吧！我这我这冰棍儿卖不成了。哎，是，冰棍儿卖不成了啊！我还得活着呀，怎么办呢？我得养家活口啊，活着。干脆我改行吧，改行干点什么呀？改行我干什么去？是啊，当时你爷爷就这么拿着扇子，他想了啊，我干点什么呢？干点什么？我孙子陈硕刚出生了，我得养活，还能养活这孙子陈硕呢。别这么说话，陈硕这孙子，我这干什么？倒这干什么呀？表演呀！行，你爷爷当时的状态呀！行，你越学越像了，别了。不像他这样，孙子陈硕。哎，行，还是打那个是吧？没办法，怎么？哎，一豁开心眼儿，干脆吧、啊。怎么着？露能耐吧。怎么着？干脆不干小买卖了。做什么呀？给人瞧病吧。改大夫了。哎，当大夫行吗？这行吗？这个、哎，你想怎么不行？你爷爷武术家呀。啊，这俩是啊，还武术家。哎呀，别行了，这心黑手狠，好家伙，久病成医，这是是吧？这玩意儿，他是什么呀？啊，他是你练武术的都会点中医啊、哦，对，跌打损伤的，对不对？哎，对对对，当时就那儿找人做一招牌啊、哦，就挂在家门口院门那儿写的是。外科大夫老中医，不，不是，这是人话吗？这个，啊，中医有外科的吗？这个，啊，中医都是内科，好不好啊？你爷爷就是外科呀，你得外科呀，他给人动刀啊，对，啊，给人做手术啊，啊，是久病成医是吧？做手术，哎，这做什么手术？就那一刀吗？哎，正经手术他能给您做。哦，真会吗？真会。不是，那你这一套家务事你都得有外科手术的。家里现成的。这家里还有现成的。现成的呀。不是，那你这手术刀怎么办？金丝大环刀。哇，这哎，秋水雁翎刀。我心背砍山刀。哇，青龙偃月刀。不是，全做截肢啊？是怎么的？
这能干别的吗？这不就砍的吗？这个就是不当手上有准儿啊，举重若轻是吧？那手术剪子呢？双股剑呀、啊，双股剑呀、啊！哎呀，那把扇子哪儿去了？丢乌龙院了吗？不是，那叫这这例子，比如这就是双股剑了啊！双股剑，这手刀啊啊，修罗啊啊，还修罗，修罗，是这么一泼啊，边拿铁丝给缠上，这回就剪了。改行业了吧？这个，还人工智能呢呀？这个，双股剑剪子啊，这就叫剪子呀？手术剪呀？那止血钳子呢？并且压油锤，拿锤止血，并且压油锤。哎，哪儿流血，拿锤子头一顶，不用顶，把锤子搁人那儿上，血就流不出来了。生给压回去的，这个。哎，都什么主意呢？这不是那缝合针呢？分水峨眉刺，峨眉刺，对，头了这刺儿是针啊，后头绸子穗是线啊，哎，这给人缝正好，啊，这个开瓢还能使呢吧？这伤口太大了吧？这个给人拿这缝，哎呦，那麻醉怎么办呢？麻醉奉刺流金躺啊啊，哎，这得用钝器啊，钝器，甭管谁来了，照后脑海拿这缝。就给躺懵了啊，懵了半天一躺，这手拿过这青龙偃月刀来扎人家肚子，哈，行，开黑店呢是怎么的？有拿这麻醉药啊，说是药也有啊，有什么呀？药也有这个鸡鸣五谷断魂香啊，这使它干嘛呀？哎，这是过去啊啊练功之前采花用的，在后来练功之后没用了，啊、拿这个给人家做手术麻药。是吧？这都是做妇科的吧？这个，整个淫贼嘛？这个，什么淫贼？武家？什么武家？怎么会是淫贼呢？你啊、哦，对了啊，大内子不犯这错误是吧？衣着父母啊，哦是，那些乱七八糟事儿，哎呦，还有的江湖防身用的啊，防身用的，甭管怎么着，好用就行了。哎呦，是，这都行啊。那坐手术台怎么办啊？冰棍车，直接给扔冰棍车上做手术。冰棍车上底下还是冷冻啊，有冷冻效果呀。我也好家伙，哎，这多好啊！这患者生不如死。我跟你说，就这没有不开张的问题，真有倒霉的。开张就有人呢，是吧？谁呀？刚挂出去，外科大夫、老中医，他有人就砸门呢，倒霉催了，有人砸门。打开门这么一看，哪位？张硕进来了。哟，张硕来了，那美白来了吧？哎呦，一进来，屋里就进来。又怎么了？这是屋里人，开包，开包。怎么了？这是？哎呦呦，谁呀？这是？啊，看不清楚。嚯，国际友人，我这嗨，非洲来了。中医，你信不信啊？哎，大夫，我是中国人。哎呀嗨。大哥，您能做手术啊？哎呦呵，能做手术啊？啊，你哪儿不合适啊？哪儿不舒服、啊？我是痔疮、哎，痔疮五针儿干嘛呀？痔疮啊！哎呀，这您给我来一下吧。哎呀，这串火串。我们这行吧，那你躺下吧。哎，是来吧。冰棍说推过来，奔上躺。哎，别忙啊，大夫。嗯，多少钱呢、啊？我还问问价。这个。一块，喂，这么大一痔疮手术才一块钱，一块，习惯了，啊，习惯了啊，对，当冰棍儿当卖啊，习惯了，哎呀，一块，哎，什么，一块呢？太便宜了，太贵了吧？什么人呢？这都是，您给我打个一折行吗？你就一毛钱呢？你这么一琢磨，一毛钱，不干，干脆啊，我算开张了，不是，一毛钱就干了，我算开张啊。哎，哎，这有枣没枣撸三竿子。哎呦，有人来就不容易。是，拿着一毛钱给你做了。哎呦，张硕一听高兴。那是啊，一毛钱做一手术，那能不美吗？来吧，说着话要奔这冰棍车上上。是啊，发现不行，怎么呢？块太大。哎，对，胖，坐不上去啊。现从里屋呢，搭出一八仙桌子来。哎呦啊，八仙桌子上呢搁一菜墩儿，菜墩儿，让张硕就躺这上了。哎，对，那个拿过来鸡鸣五钻蚊香来，给张硕这么一闻，哎，当时省不知道，多灵啊！你说这倒霉得，直接就那样了。哎，对，哎，你看这就行了，来吧。人家这手拿过金丝大环刀来，我。
您裤子褪下来了吗？我家伙说我们行话啊，怎么着？真卖力气，卖力气，这是卖力气的事儿吗？我说，哎呀，这钱花的不冤了，大夫真给东西，哎呦，真给刀用了，哎，是是是，好家伙的，这剁的有那么30来分钟啊！哎呦，你再看这钢座怎么样？满都碎了，我去，是得碎了呀！一看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办你醒醒，你醒醒！我家醒什么呀？刚才，哎，你看他不醒，哎，我这药劲儿还挺大，不是药劲儿，这怎么弄？哎，赶紧给这，哎呀，反正这要剁烂了埋它也不好看，哎，对，那给缝上吧，啊，还能缝呢？把这个分水峨眉刺就拿过来，哎呦，好家伙，照着张硕这一堆啊啊，噗噗噗的杵，哎，好嘛，杵了有那么20多分钟，哎呦呵，这回算行了，是吧？当肉馅卖吧，不去，就是一折的下场。哎呀，这怎么弄啊？那哥呀，可不是吗？这当肉馅卖吧，抬去，抬下去，啊，抬吧。张硕人把张硕就抬厨房去了，哎呦，好好。看这桌子心疼坏了，怎么呢？桌子都给剁坏了，哎呦呵，这菜墩都不好使，都给剁透了，哎呦，好家伙，活蛋，这怎么办啊？这干脆别干这个，啊，是换点做手术，我这老赔这桌子，我也赔不起呀，啊。就是的，这一毛钱干嘛呢？啊，嗯，干脆不干，太危险了。又换又换行，改一行吧。改什么呀？我给人扎针行吗？还打针？扎针灸？哦，打针灸啊！我给人打针灸，像话啊！扎针灸啊，这得懂穴位。那当然懂了，是吧？哦，你琢磨，你爷爷那是读书家呀，别老往下剁了。那是你不知道练他们这功的玩针玩的好着呢，是吗？真是你哪知道那个去，对吧？给人扎针灸啊，针灸懂穴位，会懂啊，那就行啊。没有针呢啊啊，对，没针，没有针怎么办？这怎么办？哟，这犯了愁了。嗯，这时候你奶奶出主意啊，我奶奶给拿过一笸箩来啊，一笸箩缝被我的针，不是那鞋底子那大钢针，不是这是干这个的吗？这么长一根针直都这么宽，我的个天！就拿这扎吧。哎呀，你琢磨总比没有强啊。是啊，改招牌吧，改吧，改招牌改。针灸大夫老中医，哎，底下还有一副品牌，什么品牌？天下第一针，我这自己吹的，这是给挂出去。好家伙，没有就不开张这油盐店，又有倒霉的了。开张就来人呐，嘿呦，好家伙，就这刚挂出去，砰砰砰，有人砸门呐，又来人了，齐先生来了，哟，齐先生进来了，你悠着点说啊，好家伙。马奇先生一看这个啊，刚才让张硕给我买糖果去了啊，这么糊涂跑哪儿去了？这么快就准知他给偷吃了。哎，我闻见张硕的味儿，快，就在这，好家伙，倍儿膻倍儿膻的，嘿，就在这屋。哎呀，推门进来了，一看，哎呦，针灸大夫老中医，是啊，赶紧过来了，来吧，啊，老先生，会扎针呐，啊，老爷子这嗓子会扎针呐，啊，就是。粗通医术，还客气了。粗通医术，您哪儿不合适啊？啊，我就是痔疮，这还出了声儿。我去，这是痔疮的事儿，痰堵门了都。哎呀，上火，哎，疼的呢。哎，痔疮。哎呦呵，您给我瞧瞧吧，瞧瞧吧。这痔疮咱扎针灸的，是没听说过呀。那你脱了裤子，我给挑了就完了。我去，这有挑了的吗？这泡啊，是怎么的？挑了就完了。没听说过挑痔疮的。别闹，大夫，您给我好好扎一个行吗？哎，就是。行吧行吧，坐这儿吧。哎，夫妻分这儿一坐。嗯，褪下半拉膀子来。嗯，扎针嘛，扎后背，褪膀子。哎呦，是啊。哎，你爷爷得意了啊！嚯，拿我这笸箩针来。哎呦嘛，跟嘴里抿抿唾沫。对，这当消毒啊。哎，再看我师傅怎么样？哎，惨叫。哎呀！师傅有什么仇啊？你这给我师傅疼的呀！哎呦，呵，声就变了。呵，呵，这卖什么人？你们老站着，都说日语。哎呀，他这么一喊，你爷爷都
是啊，那是停还是不停？这怎么弄啊？这个啊，好家伙，师傅，等会儿吧，先生，等会儿吧。好家伙，您这么会儿一百多针了啊？是啊，这多少钱呀？啊，多少钱呀？就是呢，一块。我认准了这一块了。那行，哎，那行，各位，哎，这一块钱是啊，我扎一百多针了。哎呀，不到一分钱一针，啊，外带听歌。还带着点儿呢。哎，咱们来吧，先生。是是是。而且我还觉得您医术好。怎么呢？您这么一扎，我都感觉不到痔疮疼了。哎，对，都疼忘了，都串这儿来了。哎呦，好家伙，这么一发汗，我感冒学也能好。哎呀，真不错，您这也太随和了。看您针也好，是吧？看您，哎，先生，那针上怎么还有鼻儿呢？喂，瞧出来了吧？拿我当鞋底子那可不行。是，说着话站起身来，啊，啪就给了你爷一个大嘴巴呀！好家伙，说英文 slap 呀 ，slap 啊，说日文这是鞭子，啊，对，鞭子，北京话打逼斗，哎呦，是北京话。好家伙，啪就我在给你瞧南城呢。啊，别别别。好什么呀？南城反手拍。哎呀，那就抽完以后，你爷当时就晕倒了，晕倒了。什么大内高手？当时就倒在那儿了。你嘴巴抽这儿，我练什么来着？是捂着屁股就跑了。哎呀，跑了。为什么跑？为什么？按说他有理。哎，对啊，直不吐气走就完了。就是呢，带着人好些针呢。关键是怕人发现了啊，就进球卖针去了。不是是。这老爷子发不了财了，走了。 哎， 哎，走了。过了有那么一个钟头吧，啊，你爷爷缓醒过来了。哎呦，哎呀，这武术家真憋屈。哎呀，我是让人打了吧？哎呀，头晕了都。哎呀，这老头是干什么工作的？哎呀，就说相声，比城管还狠呢。这被家联网了，滚！他脑袋正过来，打错环了都。得了，咱跟土咱接着干吧。还干呢？发现干不了了。怎么呢？真让我师傅带走了。哎呦，凶器没了，没有劳动工具了。那怎么办？没有了生产工具了。那怎么办？光剩下一个不太可靠的生产关系了。来，嗨，哈哈，还马里还有正经啊。这怎么弄去？怎么弄啊？干脆吧，啊，我出去找找针去得了。还找针去？出去找针去吧。上哪儿找去？找针去。哎，我世上无难事啊，只骗有心人。来，嗨，真找着了，真让他找着了。哪儿啊？就是在门口啊，啊，有一个飞鸽的 4S 店。飞鸽？不是，这卖自行车的不就完了吗？飞鸽的 4S 店，说这么好听啊？哎呀，行，哎，飞鸽的 4S 店。哎呀，哎，人家下了班走了之后呢，啊，地下零零散散散落着几根车条。啊，这还是修车的。哎呀，让你爷爷这么一看，怎么着？当时美了。怎么呢？这就行了，拿车条当真呐？对，离着三尺多远啊，一眯眼一捋这假胡子。不，那么大岁数还弄假胡子干什么？真的。不是，有根本没这事儿。讨厌，你看长得跟赵高似的。我去蔡伦不干了，一眯眼一捋那假胡子。哎呀，假胡子。行，某家今晚三更时分前来取针。不，三更时分。为什么？怎么的？当时拿边上走路就有人，哦，让人看见这是犯了案了。哎呦呵，哎呀。哎，说话就回家，嗯，到家之后躺床就睡，哎，盯晚上十二点钟左右，准时的这么一睁眼，哦，一个跟头下了地，穿好了夜行的衣套，背背单刀，腰挎百宝囊，他可就出了门了。出门之后使了一门家传的轻功，叫草上飞。轻功，唰唰唰唰唰唰唰，还是有功夫。哎呀，快是真快，是吧？就是有几位下夜班的同志纳闷，怎么呢？那你说这个老头嗯，有马路牙子不走，他为什么非得走草坪呢？这，不是这都学死刑了吧？这个，这草上飞非得跟草上啊？这个草上飞呀，什么倒霉？草上飞，到了地儿之后，啊，找一马路牙子，哎呦呵，先踩踩这狗屎。他踩着玩意儿，这挑点地儿走啊？连泥带屎踩干净了。哎呀，一看四下无神啊，猫腰捡起石头子儿，奔前一扔，
投石问路，打出三个要饭的来。您错钱，您错钱，拿命要下辈儿来。哎，差点犯了，这怎么办？差点就跑啊！一看要饭的，这不用跑。哎，对，丐帮跟咱过得着。哎，是是，我们都是对抗城管的有效势力。哎，是是是。算不上你一盘子，嗯，我师承何处，何门何派？一说啊、哦，那就是自己人的。哟呵，来给你腾个地儿，您这儿睡吧。啊，别，也当要饭的了。我不是，我得办我的事。您各位就寝啊。哎，是是是，各位就寝，几位睡着。哎，哪天补数头疼脑热的找我。哎，好吗？哎，好去。那我给瞧瞧。哎呀，来吧，嗯，拿针吧，使力招海底捞月，我唰。怎么着？把这一把针拿在手里了，哎，奔怀里这么一搁，草上飞着就回家了。我就好了。到家之后，嗯，先蒯蒯狗屎，不会晃到地儿跑吧？这拐完了狗屎之后，哎呀呀，把这针拿出来，嗯，这是车条。对呀、啊，它也不是针的，没劲儿，加工。还在家那你想他徒弟都会坐标啊啊对对对他做个针有什么难的哎是是跟地下蹭吧哎呦呵跟洋灰地上蹭筋儿哎呀是是是就把这个车条啊、嗯、平着这头给蹭出筋儿来哎好再把这个弯头呢啊给撸直了哎好奔墙上这么一马哼真像怎么回事土法上马好家伙的哎。不错，当时就改招牌了，又改了，换针了，换针了，针更漂亮了，是是是，改招牌，哎，针灸大夫老中医，哎，天下第一针，没改啊，2.0，喂，这玩意儿还带升级的是吧？底下写着新浪微博，哎，行，彪子你，哎，彪子你。没有这不开张的冤店，这么多倒霉的，开张就来人，又来了，啪啪啪，有人砸门，哎呀，开门这么一瞧，嗯，什么意思？来了一个勾，勾，女孩，哎，哎呦 ，QD 勾，哎呀，是吧？大鼻涕，哎呦，这还大鼻涕，这是英文吗？这跟谁学的？这就进来了，哎呀，这鼻涕就进来了，哎呀，你看他长得这样，嗯。烫着金色的大破朗，哎呦，好看！穿着一个粉色的吊带小口袋，哦，露着小肚脐儿，是豹纹的短裙，哟，深色的丝袜，哎，哎，然后穿一高跟鞋，说清楚了，怀里抱了条狗，啊，你一看，你说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就是不说，我也知道，这干那个的。哪儿呗？啊，哪儿呗？反正跟我爷爷没什么关系的事。都是你说的，他爷爷没练这个啊。咱们这反复强调，没有这个事儿。那你这说干嘛呢？这一下一下，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哎，这反正武功挺高吧？啊，是是是。一看进来了，嗯、你都明白了啊？我明白了。他能不明白吗？那是，但是说医者父母心。哎，对，甭管什么人来了，该给人瞧病，你得给人瞧病。医德，哎，给人请进来了。哎，啊，您哪儿不合适啊？嗯，哟，大夫，您可没什么不舒服的。正该小狗吧？嗯，就是最近叫的特别厉害。你看他是不是得了那个什么狗的什么病了呢？跟一台湾女特务似的，这个。因为狗瞧就得了，你妈，你买不起了，大爷。当兽医了吗？这不是这。哎，当时你一瞧这小白狗，啊，虎头虎脑的，挺可爱啊。是。哎，当时呢奔前就凑了。哎，是看看。这女的抱着狗也过来了。嗯、哎。来，宝贝儿叫叔叔。哎呀，这狗有叫叔叔的吗？就是你爷爷急了啊，有让狗把人叫叔叔了吗？就是的。叫哥哥，我这叫嗨嗨嗨，不是我还有辈儿吗？这个，你把我豁出去了是吧？所以你爸爸不是去腾讯工作？别行，什么乱七八糟，走日腾讯吗？行，大人告诉你的，他们都那么说的。行，你得先告百度去，都硬起来，说这意思。哎呀。说这意思吧，意思，哎，反正就是凑合的啊，叫哥哥就行。哎呦，这老见不着。当时呢，叶先手一摸这狗，嗯，这狗可有一点，怎么的？不是自己家大人，不让旁人猫，破裂，就这么一猫，给这狗给猫急了。怎么的？您这算本色演出。你爷爷
看，哇，这狗挺厉害呀、啊。第二呢，这狗那么得了，给扎一针吧。啊，打针。哎，回到屋里啊，啊，找这针，他那个号怎么着，就二八的那根喂，啊，最长的那个，拿出来了，哎，拿着冲主子秘笔。这，别冲这儿。这人家狗心里也有算计啊，他有算计是吧？啊，那个狗心里就想啊，嗯，我这么大呀，啊，针这么长啊，好家伙，这一针下去，我成变态翅了。哎，是变态，两面都撒烂了啊，这我受得了吗？哎，是啊，生就给他吓唬住了，黑针唬住了，哎，这叫给吓回去了。好啊，这汪汪汪。哎，怂了，这狗怕了，哎，怕了之后，嗯，是怕，嗯，但是俩眼睛水汪汪的这么瞪着你爷爷，瞪着，心里话说呀，嗯，孙子，哎，相亲何太急，这，非让那狗跟我们家攀亲去是吧？老往你们家往腾讯那儿领，哎，行。说这意思吧，什么？哎，这女的一看，我这狗不叫唤了，是啊，心里高兴了，哎，当时把狗就撒出去了。嘿嘿，哟，大夫，您这医术没得说，真盖了帽了，嘿，真高明，嘿，是吧？您说得了，嘿，其实吧，我也有病来着。你给我瞧就行吗？你听他妹妹吧，这是。你嘴怎么这么不利索？人李清正那么缺钱，妹妹干这就不可能的事。哎呦，哎，可能是出名之前。哎哎哎！哎，落实了啊。大夫，您给我瞧瞧吗？哎呀，行行啊。狗又反动又黄色。哎呀，爷爷当时一瞧，这个女同志怎么这样？不着四六，忒没溜，操！当时要拿一拿老中医的派头，哎，顺手把这个旱烟袋就抄起来，对，拿起来，嗯，打着了火石，嘬了两口烟，嗯，心里不痛。一对狗男女吧，这不是。一天了是吧？哎呀！哎，早就看出你有病来了。哎呀，嗯，嗯，但是说在我这儿瞧病，嗯，就得扎针，知道吗？哎。这李静她姐的不是，这别说人家。这女的一琢磨啊，那大夫，您看怎么都行，反正那么这病治好了就成了，都听您的还不成吗？我觉得你很享受这个表演的过程。吹的那五谷断魂香吧，直接麻翻了就完了。这女的穿一吊带，哎呦呵，你爷爷欠脚，嗯，哇，女的个儿不矮呀、啊，哎呀，可是啊。
脱吗？哎呀，那您看我怎么脱呀？装什么傻呀？啊啊啊啊！按照中医的理论，就别糟践那中医了。你要是想治好一成命，做一件，略施小计啊！想治好两成病啊，脱两件。想治好了，穿军大衣都没用。你要你看你，再瞧这女的啊，黑要换，黑全身黑的。哎呦，不是您真穿过吧？您给我去了根儿吧！哎，再瞧你爷爷，当时可就扑上去了。哎呀，不扑上去了！哎，此处呢，咱们为了和谐，删减200万字。喂，咱出本禁书好不好啊？这都200万字了都。哎，主要是语气助词。哎呀，这什么语气助词？这要是这不虚脱了，我这200万字语气助词。什么点别的不是吗？讨厌，净往那个反动黄色点淋。不是，您倒往正了说呀。咱们删节了就完了。哎，行行，删节了对吧？删节了就完了。下回咱们有时间咱们。别聊聊烟卷机吧，来这边。哎，删就是说，第二天早晨了。嗯，哎，你爷爷下了床。我有还能下床呢？扶着墙。哎，是。穿好了衣服。哎呦啊，白大褂。哎呦。白帽啊，啊，又道貌岸然了。哎，戴上金丝边的眼镜，哎，用金丝边的，哎，边的眼镜，哎，哎，是，刷牙漱口洗脸，哦，是是是，正处着好呢，一回头，嗯，啊，床上怎么躺一女的呀？断片了，断能骂了，怎么回事啊？就是我这大脑有点供血不足啊，什么？他是来瞧病的是吧？哎，这回想起来了，他什么病啊？你哎呦，我怎么这么慌张？我怎么干了这个事儿？哎呦，还知道？我怎么能干这事儿？我还没买照相机呢。这家伙，你们趁着我姓陈是吧？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干脆我问问他去，赶紧问，给他轰走就完。哎，就是赶紧的吧。过去捅那女的，嗯。哎，醒醒哎，还拿针筒，醒哎，你干嘛呀？哎呦呵，醒，你是不是瞧病来了？对呀，我不是瞧病来了吗？这位没断片啊！你瞧病，你什么病来着？对呀，我什么病？你不是知道了吗？你讨厌，你爱钱的，我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什么病啊？就是我不是那艾滋病。我这。老史不大不救，什么不大不救？不大不救，送王子健陈说十指花掌，上海真流氓，送王子健陈说二指花掌，水瓶大鸟邪葫芦娃他奶奶，送陈说一指花掌，流浪红军送全体五指花掌，上海真流氓送全体十指花掌，谢谢，叮叮当当送全体五指花掌。无处飞中送王子健陈说十指花掌，小潘潘送王子健两只花掌，反转就完了，站起来。感谢您大伙儿，哎，谢谢大家。哎，什么上海真流氓是吧？不是，也不知道他是说自己是上海的真流氓啊，还是骂上海真流氓？没法骂我爷爷真流氓，爷爷叫上海。来来来来来。老汽车，这些什么老汽车啊？说这意思，感谢大伙儿。是是是，说几个事儿。哎，那个封箱演出的地点定了，在这个北辰购物中心斜对过，有一个北京剧院。哎呦，是一电影院，900多人的这个大
啊，表演厅，哎，能装下来。哎，900多人大表演厅，应该是买票就能买着，不会那么不好买了。哎，对，是吧？不会那么不好买了。其实说这个是大厅演出，我们以前也演过，是吧？也演过点什么解放军歌剧院呀，电影院也演过。对，那票不好卖。是吧？因为一个是这个，你这200-300人，那一瞬间就卖没了。对，你一上了600-500，好家伙，人在订票，也客气问，哎，请问那个，我想订那天演出那个第二排的票还有吗？嗯，我们在那儿，我们订票的小工人还卤点，还有的是，直接开了就完了。对，这个就不好弄，需要拿这是封箱。封箱之前，圣诞前后，我们惦记给小丁开个专场。哎，对，小丁专错俩人专场。是的。哎，哎，小丁的专场就是矮。哎，对。张硕专长就是黑，哎，是，反正让他们俩到时候卖力气给各位演出。地点是在那个东四十条桥那块儿，不是保利剧院啊，哎，是是，那舞台太高看不见的，是是。在这个青蓝大厦里头有小剧场，哎，对对，再有300多人给他弄一专场，是，票价可能稍微贵一点，但是我们这场就是我们二班的演员吧，每个人每年我们争取给每一对都开一次专场，对，这次专场挣的钱呢，大概会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直接补贴这俩人生活的，哎，这算扶贫，哎，所以小丁张硕这两个人属于鳏寡孤独的这个，哎，让他们俩先挣这钱，也希望各位多补偿，然后票价呀，或者是具体的座位图，可能近期就会在那个百度贴吧呀，我的微博上啊，哎，对，会上线。嗯，各位希望各位关注吧，是多支持我们，谢谢大家。哎，咱翻第二个啊，哎，这算一个呀，这忒好干了吧？这不好干，我说了俩事儿呢。关键看，他说第三个啊，哎，来，说第二个。确实是啊，特别感谢您各位，尤其包括上我们这儿来听相声，没别的什么呢，就逗您乐，对对对，是吧？尤其像刚才那段作品，嗯，虽然说比较高雅，真的，跟这儿都算高雅的是吧？高雅的一段作品，这东西啊，我跟您这叫什么呀？嗯，大俗即是大雅，哎，这对。有的时候老说这个黄色那个黄色，咱就说现在电视剧里的那些桥段比什么不黄色呀？就是，您说是不是？那啊。一撕衣服，然后最可气撕完都不给你瞧了，就哎，还是网络时代好，气死我了。哎，有时候也是欣赏日本人的那种直接，哎，哎，哎，有人知道不藏着不掖着，你说成生日快乐，但是咱们的这确实是，这是怎么说呢？怎么说？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社会确实有些不好的风气。对对，比如说他爷爷冠希，耶，谁啊？又倒出来了，这个就是你们老陈家人啊？怎么了？冠希哥前阵子不是又出事了吗？哎，对，被一个16岁嫩模给摆了一道。哎，对。后来这个刘嘉玲也出来说，希望陈冠希不要再被女生玩了。哎，这我们瞬间就明白了好多事儿。哇，现在咱们有时候把视频哥翻场，你知道吧？但是是那好，这个就是包括陈冠希之前的那个事儿，刘嘉玲跟他说不要再被女生玩了。嗯，什么叫再被女生玩？嗯，我们想想之前那次艳照门的时候，嗯，谁是这个受害者？嗯，比如说欣桐啊，哈，钟欣桐，哟，那个柏芝，哎，这些是受害者，哎，包括冠希本身也是受害者，对，姓陈的他也是受害者，对吧？姓陈就学他名字就完了。那冠希也是受害者，嗯，但是也有没有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肯定有，比如说某一本杂志，嗯，对吧？哎，水果晚报是吧？哎，对，因此加印多少多少册，嗯，比如说有一些他那艳照门里那么些姑娘呢，对呀，啊，对吧？那么些呢，什么？牡丹、秋菊、桂花什么，全是姑娘上村里逛去了。都什么人呢？这都拍啊？咱说这意思吗？啊，说这意思吗？有那些不知名，可能我们内地观众一辈子都不知道他的。嗯，他借着陈冠希、张柏芝、钟欣桐这些人，他出来了。还真是。那咱们想想，有没有可能上次事情，其实冠希受害者？他被人玩的里，哎，就是就人计，尤其这回这个事儿一样，嗯，16岁这嫩模叫谢芷慧啊，你还都知道，哎，愣一个没说错，哎，
谢指挥，他的这个什么情况，就是他出来说刚开始就放艳照，说自己第一次怎么着了，扭脸就说自己还是黄花大闺女，说可以去验这个处女膜去吗？又没有，对吧？但是咱们就说这个，现在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啊，你那个不是能修补的吗？找来天下第一针去，对吧？可以修补的，你验是验不出来的，也验不下去，是对吧？所以就琢磨这个谢指挥他的这个言论呢，出来本身就不可信，我们都认为那是能修补的嘛。所以我觉得他呀，也是发扬革命的艰苦朴素精神。这什么？他这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跟革命精神没关系啊。说这意思啊，说这意思，包括你说之前艳照门的那个事儿，其实牵连了好多好多香港的这个明星。对，有远。你比如说陈冠希这事出来，你说最恨陈冠希的是谁呢？谁呀、啊？是张学友。不是，哎，张学友什么事儿？你知道，因为那件事受打击最大的、爆出来最难看的是钟欣桐啊！啊，张学友就唱了，张学友唱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他的心痛啊！您听倒音了吧？这、哎、后来张学友是哪儿的人？人为什么我这么提张学友说？他张学友是北京人吗？是北京人，人家歌里唱了啊，唱什么了？我的天是灰色。喂，你没钱了？哎，张学友北京人，这支持的。哎、后来还前阵子看那《还珠格格》，您逮什么看？尤其看那个老版的新版的，确实是拍的不好。哎，是，哎，老版的拍的还是不错的，还能看。后来我就琢磨，你说就是紫薇、小燕子、金锁、哎呦呵，康尔泰、永琪、哎，谁最后被凌迟处死了呢？这里谁被凌迟处死？紫薇被凌迟处死了。这怎么知道？因为心如刀割。进，拿点心思放点正事儿上了。冷笑话是吧？冷笑，我吃起鸡皮疙瘩。这都是原创啊！这太冷了。看见这是我写的。哎呀，这必须得好多人那网上看见笑话，说王自健说过了，不是也说过，这就是王自健说的啊，让人倒多了，这对让人。这剽窃的比较多，他们老这么剽，嫖客忒多。我没挣着钱，这就送。完了，他自荐嘛，这是。他不够送。还不给我做口碑，他们还说我嫖过他们。对对对，但是说这么多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好多人说这个黄色也好，那现在的新闻打开网站，打开什么，充斥这些东西，哎，都拿这抓眼球呢。它就是生活中正在存在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假装它不存在。哎，假装它不存在，人类就绝种了。哎，就是，对不对？但是说你得分这个事儿你怎么瞧？哎，有个角度。你比如说有些人拿过来讲，普通老百姓。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哎，没有必要拿出来说自己的隐私的事儿。对对，食色性也。哎，有一些大义凛然的人呢、他认为这是反动黄色呀，这是很龌龊的事儿啊、对吧？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平时龌龊不龌龊？哎，他比谁都龌龊。哎，他不龌龊的时候，他怎么憋坏了怎么办？哎，就是，是不是？憋坏了怎么办？都憋不坏。哎，也有这样人，也有这样人。但是这里的我最佩服是谁？佩服谁？佩服陈硕了。哎，我就知道他这样。我又怎么了？陈硕老师那天我们哥俩私下聊天的话啊，我们就说怎么看这个性生活啊，怎么看这个事儿、我就说这是自己的日子，没什么。陈硕人说，我认为性生活就像 opera 一样 ，opera 像歌剧一样，歌剧一样。档次多么的高雅，层次的，让人一说人家的这个过程就是很高雅的这个，就这么看，对吧？我得接着问人家，他怎么就像歌剧一样了呢？就是啊，反正每回到最后吧，就是一特胖的女的跟那儿叫啊，来来来，谢谢慢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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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慢
三楼您好，来了，看您了，看过了，看过了，什么呀？就是我，准备打了是吗？